右下腿，脚后跟那个地方痛啊，右下腿脚后跟那个地方痛啊，我看到一个擎天柱啊，一个擎天柱啊，一个擎天柱在那边，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塔样的东西啊，后面还有些高楼啊，临界现在再次要做那个，像那个。我这边赶紧跟他画一圈，又想住，雕像啊，柱子在一个柱子上面，顶起来。我现在的感觉好像，住啥都不行，还不如把那个，核电厂的，那个前些成像先给它关了啊。这一关以后，好多事情，就理顺了啊。这个雕像啊。好像也显示也不是那么顺利啊，不是说想显示就能显示出来，也不知道显示到，也就像不知道放到哪个空间去了啊，闹了一番就是看不见啊，所以呢还不如，把前些成像的把它消除掉啊，前些成像把它消除掉啊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知道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